Triple Kill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今日带来的是《斯兰兹打野》的实战解说。经过今一摆的雷电子的解枪呢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，好像很多文字。但总结来说呢，雷电子赛变得更便宜，变得更适合靠攻击速度吃饭的射手。如果你是买全部物理攻击装的小丑呢，就不建议买这一个。三百雷电子呢，只要我们攻击速度够，它却一直的触发我们的雷电，持续的造成范围的魔法伤害。同时这个效果呢还是能够吸血的，当然它没有法暴击。举例来说呢，史兰兹又非常适合新的雷电击，主要是它属性呢对我们史兰兹都有利哦，而且我们史兰兹本身攻速就很快。这边感谢敌方那颗呢帮我们吃了一点血量，这里我们要随时注意敌方那颗的动向哦。我们手上那只晕眩跟资材，如果他过来抢的话呢，我们才有本钱跟敌方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呢，或者未来想看更多的精彩游戏影片，那我邀请你往下滑一点点，看到一个红色按钮呢，给它用力按下去。我发现呢，有一半以上的观众都是没有订阅的，你们的订阅呢，就是我做影片最大的鼓励。当然呢，觉得影片好看、喜欢的话，请点个喜欢。而下方留言区呢，是完全开放的，如果你对游戏呢，或者有任何想跟我说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欢迎大家热烈讨论。今天我们回到游戏哦，这个史兰真的是我今天玩的第一场。我是偏向于需要热身的玩家，就玩久了之后呢，手感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一开始呢飞镖没那么准的话，大家就当着是先知走位，毕竟先知走位也是一个学问啊。那右上角是我们出装奥义，右下角呢是一个商猫，这个拿着一把刀的商猫呢是有故事的。本来我们出的第一版商猫贴图呢要使用它，结果经过审核呢 ，LINE 的官方说我们的商猫太过暴力了。我们手上拿着尖锐的武器，很可怕，很暴力，会吓到小朋友。所以呢，说说你就退下来再改版过。我们第一次上市花了好久啊，好几个月。这边又当到下路，尝试抓个反恩。哦，命中！命中的话呢，加上我们斯克德呢叫坠落玩家，但他观念一点不弱，他的支援呢非常的快。这个超人前面有点硬呢，我们就先不要跟他硬打。最近呢，我也有点想要说广东话，毕竟住在台湾呢，也没有使用广东话的机会。相信大家都会很在意我的广东话的程度哦。那有空的话呢，我们再来规划一下广东话的解说。这个塔感觉是拆不到哦，因为冰山要被清了。那拆不到没关系，我们先开六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血量呢，就不要被那颗抓到了。两个血呢，大概是一两下的功夫就要死掉了。哦，那颗的台服呢，也经过了改枪。但最近出奈克影片好像有点多，那如果有人想看的话呢，我们再考虑做一个奈克的影片，配合 S 8排位赛的出装，百块全清一轮，这样是缓一缓哦。可是这时候中路在打起来，应该没大碍，毕竟他们两个都没有硬的控制。中路的法师呢叫伊耿斯，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吧，毕竟他实在冷门到不行。伊耿斯这次改枪呢，加强了他的吸血能力。一个法师要回血不懂要来干嘛哦，他也不会往前去弹。如果所谓好的法师呢，几乎是不会受到伤害的。所以吸血呢，可能会加强他前期的对线能力。但由于前期有小法球这个装备哦，所以伊耿斯这改枪呢，有点表示出官方的决心哦。至少官方说，我看到了这个英雄很少人玩，很弱，我们要做点事情。我觉得给伊耿斯加一个被动呢，比如一个燃烧效果，燃烧之后呢，我们其他技能会触发这个燃烧，一直造成持续伤害，然后再改强恶魔的微笑呢，这样就不错了。最好是再给伊耿斯一个技能呢，可以把敌方吹走，召唤一个风，把所有的刺客、战士什么的都吹走，这样子就会更大的出场率。这边我们开心的是个魔龙，敌方应该不会过来，结果就来个纳克罗斯，一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们先把他制裁掉，持续普攻，就被超人弹走了。超人的技能呢，真的有够远哦。而超人这个英雄呢，也是很 OP 的，买全坦装呢，一装你就半个血，打得那么痛还跑得那么快，这样子大家觉得公平吗？哇，这个伊耿是一个蛇形走位哦，扭过我们的标枪，非常好的腰力。敌方那个还在草丛中。抓到，哦，晕到，看来他要残血活了下来。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，他就是天佑之人。
哎，说到天佑呢，果然是天佑台湾哦。今天早上起床呢，就已经风和日丽了，没有什么大风，也没有传出什么特别严重的灾情。只能说柯文哲呢，实在有点厉害哦。依据科学的方法来判断。那这边我们回到游戏中，有个夜叉呢，丢了一枪加速，赶紧溜。不要忘记我们的一技能呢，命中英雄的时候会增加跑速哦。这边也过来顺便刷一刷，注意一下敌方位置。视野的时候呢，尤其是我们是比较弱势、比较危险的英雄的时候呢，就建议大家把野区呢，把野怪拉进草里面吃，这样子比较安全了，降低被反的危险。这时候有伊耿斯，有凡恩，两身是跑得很快的英雄。哦，这个凡恩的走位呢，无话可说。这一局我已经空了几支标枪呢，就不要说了，大家就可以看看右上角我以前的影片，来判断看看以前我的神蓝字有没有比较准哦。那这一只野怪呢？哇，你有没有看到它一个 Joker， 一个走位，一个扭腰，看来是一条高端的灵鸟啊。这边标中夜叉，夜叉竟然没有抓到我们马甲、哦，马甲一个非常及时的变成鬼魂形态，最后竟然有我们卡莉扎死的地方的夜叉，非常不错。我们稍微等一等下一波兵线。马甲大招用得非常及时哦，几乎跟敌方夜叉大招同时使用，慢一点点呢就要被绑到了。这边注意一下敌方纳克的位置，我们开大招加速，追追看这个伊耿，哇哦，有没有看到他的扭腰？这边他宣誓主权哦，宣誓他走位很好，但走位再好呢也是躲不过我们的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是不会空的。再来呢，看能不能拆个塔，优先拆塔。哇，那个刺客的真的好强哦，一拳的防御卡血量就没了。这边先往后拉，躲开敌方纳克的输出。死亡之二技能呢，甚至好像有改过。我们跳过城呢，如果被击飞是不会中断的。被晕眩的话，我也不确定会不会。印象中应该是不会了。如果观众朋友们知道呢，可以补充一下。这一边呢，我们看能不能抓超人。哇，结果抓到一个伊耿斯，直接把他秒了。当然我们也非常惨哦，被防御甲打得很少血。伊耿斯这英雄呢，他有点控制也不够控制，伤害也不够伤害，范围也不够范围，所以他目前有点尴尬、哦。但他也是我很喜欢玩的英雄之一。我记得他退休还蛮久的一段时间了，他刚退休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常玩他，甚至玩他去排位赛。当然呢，我个人胜率高不代表他是一个强势英雄、哦，我也觉得他好像没那么强。他甚至有个版本呢，正式伤害还被拔掉哦。这边插中敌方伊耿斯，直接秒杀敌方伊耿斯跟凡恩，最后买出我们的雷电戟。有雷电戟呢，我们清野速度非常快了，闪电呢从原本的8秒降低至4秒，这样子快了许多。而且呢，攻速快的英雄，尤其是我们死兰兹，可以不停不停的触发雷电了。一个野怪呢，临死前被电好几次。加上上一个改版呢，死亡之射程变长，这样子呢，他中期以后的发育速度会飞快的提升了。百怪全刷一轮，再推下路兵线，中路我们队友应该 hold 得住。上面是马甲呢，马甲算是一个没那么怕，哦，抓到敌方反恩，直接把他融化，还没醒过来就已经死了。死亡之中后期呢，就是那么的暴力，完全不讲道理。讲道理，敌方就是我们的一技能要准一点，一技能射中的话呢，敌方就是一个死人。而且我们这套龙骨跟天虫的搭配呢，尽管敌方是坦克呢，也很难活下来。我们打坦克伤害也是非常爆炸的。这边抓到一个红 buff 在草里面，先把红吃掉，再推上路防御塔。这边我们刚刚发出信号要吃凯撒呢，我的马甲已经到了，但我们先拆这个塔，然后把敌方那颗赶走。只要几个普攻呢，就可以把敌方赶走了。这边抓抓看，哦，抓到这个伊耿斯，但伊耿斯没死，我们先往后拉。这里我们要赶紧来吸个血哦，自身的生命有点危险。野怪是一个吸血的好帮手，这套的吸血呢，主要来自我们的第一件装备龙骨剑，还有我们的奥义，我觉得已经够用了。插到一个纳克。先把那颗秒了，然后是凡恩，接着是超人，完成一个三连杀。
这边只剩一梗丝，我们打算直接普攻把一梗丝秒了，结果。应该没吓到大家吧？我有故意把这声音调小声一点点。那以上的时候大概闪电女巫三次，闪电说，我觉得呢这个装备，还是那句话，就适合攻速型的射手。它有变便宜呢，也算一个不错的改枪，让射手有点魔法伤害哦，范围伤害。如果是对线英雄呢，也可以增加你的清兵速度。那最后呢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哦，只要往下滑一点点，看那个红色按钮按下去。喜欢影片也请点个喜欢，那我是上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